这回合这个上方选手的这个战术我也是有一点迷惑，他现在为什么突然要击火他呢？你这击火他是什么名堂呢？好，功能出招，哎，这一剑还真打中了，700多血。哇，直接进化。这波拼完之后，我觉得，哎呀，这个上方选手这波拼完之后有点亏啊！这功能现在下回合不能打，而且功能血一直没回上来。虽然套了个守护在身上，但是这没血，这不是个事儿啊！而且关键是这波的话，虽然只打中了一剑啊，虽然这一剑的话也是起火的目标，但是这个没有属性优势，只打了700多血，效果不佳。这都有点的，有点不太妙。发现咱们这个日常比赛当中啊，这个日常比赛里面也只剩两个队伍也要进行决赛了。显然这个日常比赛当中的这个战斗速度要比这个咱们这个日常争霸赛要快多了。这个日常比赛当中啊，选手不会这个拼尽全，不一定会拼尽全力啊，有些这个 PK 的药啊他也不会用。那么这个啊这个比赛当中啊，他现在是这个什么单次镜啊，任务或者这种单次镜，不是单次镜，是五次镜，这种单体的五次镜，这种五次光啊，五次守护啊，这种用的都是比较多的。这波开始是上方，看起来好像是要拿功能海刀。你还不如这个全部集中火力打这个呢，能拼出个事业，一旦把他给打死，你就有机会了。现在这个看不出来到底是怎么个战术。光破完，光破完之后你没有宠物可以打了呀。这回合而且功能也不在啊，又被套了一个，打完之后立马被套。啊，最后这波是恩惠啊，这个不恩惠也不行了，功能的血也太少。啊，这个控制还是没有中啊。这个又被击杀击飞，哎呀，5700击飞。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上方选手来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了去了。你这又被击飞了，这还有没有宠物？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哇塞，咱们这个小屏幕这边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是金色，这个宠物非常流行啊。对，上方是四只金豹配合碎骨龙，下方的话是不满物力丰年丰魔兽啊，清一色的这个镀金产品啊。
好，多段攻击，这回合是不是要集火他了？应该是要集火了。你要集火，你就得所有宠物一块上，因为你现在的火力已经非常的少了。哦哦，这次看起来很有希望啊！关键是你没有宠物动手了，你这两个宠物这个多段攻击，那你没宠物打他了，只能靠工人了。啊，这宠物要是刚才没喂肥就好了。工人出手，工人没打中，那这波这个没戏了呀！那你这波这完全没机会哦。哎呦，1300！这个工人的重拳种居然打了1300的血。哎呀，真的是很可惜啊！这个扫了一下，就扫了那么一下。那对于这个下方选手来说，这一波的话，这个真的只是扫一下。其实上方选手如果早一点集火他的话，完全是有机会的。在之前这个宠物旁边没被飞之前，早点这么干的话，可能就已经把他打死了。他只剩下18点血。轻轻的摸一下他就死了。那么现在上方选手他现在宠物始终是保持着三只宠物，而且这个血线也非常压力非常的大，你现在的话想要靠三只宠物来这个集火是有点困难的。上一波的话，这个上方选手他的这个中拳宠都这个出马了，最后还是这个中拳宠啊这个打出来血。这会儿估计下方选手这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的，他本来觉得这个胜率极高啊，优势很大啊，那么这个没想到这回合几乎都快要挂了，只有18点血啊。立马这个，哇塞，这一口大2700的血，这个是这个是 PK 药啊，这个应该是这种任务药，做任务获得的一种这种月饼啊之类的这种药品。进行了单回，啊，破完了。但是现在你这破完之后，这个，哎呀，这回合看后续能不能打出伤害。哇，又一个手术。这把下方选手的话，他是一路求稳啊。刚才那个18点血真的是太可惜了，几乎都快翻盘了。要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你中间只要出个彗星一击或者功能摸到，轻轻的摸的一下啊，基本上就这个把局面搬回来了，是吧？可惜现在这个情况又陷入被动了，是吧？对于上方的这位选手来说，他现在唯一的突破口也就是下方的这个落马选手了，只要能把他打掉，双方又是重回，哇塞，这很困难了，很困难了。上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攻略的中拳宠一死，那基本上胜负已分。